当中职20个年头，缔造无数傲人纪录。不仅是本价值不菲的棒球教科书，更是多项难以突破的障碍指标。如今虽然岁月不留人，但回忆起兴农时代他春秋鼎盛的壮年模样，泰山显得神采奕奕。兴农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大家庭啊，练习环境是那时候国内算是第一的，算很棒，因为他有游泳池、健身房，甚至有2个球场，我那个环境真的很棒。兴农时代的森林王子是联盟数一数二的强打者代表，不仅与队友们组成恐怖的三番刀打线，2006年更成为中职首位千安百轰百盗的选手。更可怕的是，偶有还一举打破当时由英侠和黄忠义所缔造的生涯最多全垒打和生涯最多安打的中职纪录。如果要说兴农是泰山职业生涯的辉煌时代，一点也不为过。这个球打得相当的结实，左中外也放上了飞球，看起来是留不住喽！哦吼吼，一举突破了多项的纪录，哇，这个厉害了！除了165号全垒打这时候出现之外，打点不多不少，刚刚好来到700打点，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这一棒把球打成了战球，左外野方向破纪录，张泰山破纪录了。这是一支破纪录的安打，张泰山终于在第三个打席突破了前辈，也是他过去的队友黄忠义东哥的纪录。张泰山 replace 现在超越了黄忠义，超越了东哥，成为了台湾中华职棒联盟的安打王。其实我真的还没有什么目标呢，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当一个球员，就是好好的去做，然后会有现在延续这么多的记录，就年纪都差不多了嘛，然后当然就很多都很要好啦，比如说嘉浩啊、永志、赵航、东哥这一些啊，几乎都是很好哎，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家庭啊，大家一个大家庭对。来到兴农的泰山不仅个人成绩达到巅峰，领袖气质也逐渐显露，私底下他是队友眼中的开心果，比赛中他更是领导球队的灵魂人物。在狂牛部队效力期间，他一共帮助球队5度打进冠军赛，2度夺下总冠军。但是说到台湾大赛，在森林王子的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那次的经验，也是都是在总冠军赛吧，然后打出一支全垒打，很感动，然后跪在地上那一场吧，然后我也不晓得哪一场，好像也是在台南拿到总冠军吧，然后我们就一路上在巴士上面这边唱歌，甚至买啤酒在巴士上面喝，然后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又在我们的宿舍的回到球场，然后在球场外面的那游泳池又在那边在开 party， 然后在那边大叫，然后唱歌。我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兴农时期的张泰山可说是职业生涯的最巅峰，虽然黄牛的历史在2010年之后画下句点，但森林王子的光辉篇章却未因此停止。转战统一之后，这位中华职棒的伟大名将将用不同的身份继续谱写传奇。大家好，我是大犀牛高国辉，祝棒球周报的观众球迷们招财进宝，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年恭喜，猴赛的哟，猴年行大运，新年到呀，新年来，猴年祝大家恭喜发财。正在屏东春训的义大犀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要祝各位球迷们新年快乐。当然啦，新年总是有新希望，究竟我们的犀牛众将过年都许什么愿望呢？打职棒嘛，就是要一个总冠军，啊，从日本到现在都还没有拿过总冠军，所以希望可以今年达成这个愿望。祝我自己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愿望是身体健康，然后稳定出赛。身体健康吧，希望不要再有伤痛了，可以在球场上表现这样。身体健康，祝球队今年可以拿到总冠军。2016义大总冠军，义大总冠军啊，这是最重要的，这也都是大家希望的。希望今年能赢得总冠军啊，然后大家能身体健康。赚大钱这样。哎呦，这么老套的愿望不是每年都一样吗？说了那么久，应该也要换点新口味了。除了身体健康和总冠军之外，总该说点别的吧。就是希望票房好，战绩好，义大全部都好。因为现在
酒驾很多啊，然后事故很多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过年期间，然后今年大家可以行车平安，心想事成，先把它写上来啊，哎呀，不然等一下别人写了，我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哎呀。所以先写的又是那个。再续总冠军了、啊。因为在那边已经两次了，然后再续总冠军，挑战自己啊！希望今年能够有好的成绩，然后帮助球队拿到总冠军。其实他是一个学习对象，很多神败都是学习的对象。那因为他毕竟是我自己的哥哥嘛，哦，又是全就是中华职棒的全垒打王，希望他今年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然后希望就是谈也能够很顺利这样子。这是我们今天的口号一星，那我就把后面2胜3冠军。今年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拿到20个终极点。目标嘛，就是跟爬楼梯一样啊，一阶一阶的啊，慢慢往上爬，不能一开始就定太高，对自己压力会太大。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买到大房子，因为打球打到今年已经算第6年了，计划说。想要买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房子，这样子，这是我打职棒这么多年以来，算是设的一个大目标。就是在球场上态度吧，态度最重要。在做什么事都是要有态度啊，你会觉得说做什么事才会去认真，然后达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态度。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进度到哪边了？就是还在摸索，因为毕竟是人生中自己靠自己能力买的第一间房子啊，他可能不懂的地方还很多，所以还在摸索中。私底下因为我女儿要出生了，希望她健康啊，哎呀，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啊，这样。啊、梗都被写完了，突破自己太老套了。我没有什么目标，没有目标，我只要有球打就好了。包拿多一点，红包是包多一点吧。我都是包红包的，我没有在收，我没有红包可以收了，我都是包红包的。唉，希望今天可以突破以往那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因为心理层面比较弱，希望今天可以突破自己。是失败，然后自己会很沮丧，然后找洞钻吧，就知道自己很不够，我自己会去练，可是就是练出来的东西，然后没有展现在球场上，我觉得就是练这么多有点是白费这样。我希望说我今年能够就是真的健康嘛，然后不管手背或打击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希望自己有能力啊，帮助球队拿下总冠军这样。因为第一年当教练啊，然后就希望能够在。就是我们球队还没有拿过总冠军嘛，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所以我就想说今年的愿望就是，球队能够团结一心，然后夺得总冠军。对，新的球季即将展开，球员们也都积极备战，不敢懈怠，为的就是希望开季之后能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球迷。届时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除了进场看球，也能锁定纬来体育台的现场转播哦。贴这边好了，贴这边。刚刚好 ，OK， 20中继点大房，什么？国徽啊，国徽后面，国徽上面。哎、啊，这行车平安很不错，1胜2胜3冠军，你看，蔡明君也用很棒。可以贴在那个吗？行吧，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嘛。我要贴，还不够满，瘦，好，活久一点。我以前当选手也是以个人为主嘛，但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玩的。中继点大房子啊，然后加薪啊，这个是每年都会想的事情。哦，我当选手真的会比较，就是会比较想到自己啊。我想一定很多人把心里的话都，有很多人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